最近有好多香港人嚟澳门啊，因为咧旅游局推出咧奖励游澳门优惠啊，无论系船票啦同埋车飞咧都会买一送一嘅。咁金巴咧大家就好熟悉啦，我今次想介绍咧就系港澳一号啦，佢嘅上落车地点咧全部都系市区嘅，分别就系佐敦啦同埋澳门嘅三间酒店。如果想去澳门区嘅话就可以拣金沙，如果想喺氹仔嘅话就可以拣巴黎人或者威尼斯人。其实咧170蚊咧买一送一咧真系超抵啊，因为已经省咗一啲咧入机场嘅时间啊嘛。大家認住呢個金沙嘅大堂啦，就係呢個巴士上落車啦。依家酒店咧提供咧10蚊嘅寄存服務，咁就可以擺低啲行李咧，繼續暢遊澳門啊！想知更加多嘅資訊咧，歡迎咧 like share 同埋 follow 我條片啊！拜拜。